北京电视台，中央电视台，北京电视台。公元1999年10月1日，首都北京。各位观众，这里是天安门广场，我们在这里向您现场直播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实况。江泽民和李鹏、朱镕基、李瑞环、胡锦涛、魏建行、李兰清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来到了天安门城楼，他们将和天安门广场上的50万群众一起，和全国10万人民一起共庆共和国50华诞。今天在天安门城楼上参加庆典的还有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的领导同志和部分老同志的代表。正在我国访问的各国嘉宾也应邀在观礼台上与中国人民共同分享这历史的辉煌。今天庆祝大会的主持人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现在开始。鸣礼炮。随着礼炮的轰鸣，200名护旗手护卫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从人民英雄纪念碑向升旗区进发。轰鸣的礼炮是共和国顽强穿越的滚滚风雷，轰鸣的礼炮是共和国奋勇前进的隆隆脚步。我们从英雄的历史出发，向辉煌的未来前进，枪刺闪着光芒，守护着和平的天空，步伐坚定有力，传达着保卫祖国安宁的神圣誓言。这坚定有力的脚步表达了中国人民的坚强意志、顽强精神和勇敢品质。10万青少年手举的花朵金黄灿烂，如同满眼的麦穗，橄榄绿穿行其间，勾勒出和平与繁荣的图景。我们一定珍惜今天，我们永远不会忘记过去，我们永远热爱祖国，我们永远忠于祖国。
坐。全体肃立，升国旗，唱国歌。各位观众，庄严而盛大的阅兵开始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将乘坐国产红旗检阅车从金水桥驶上长安街，然后由西向东行进。50年来，以中国人民解放军为主体的共和国武装力量，为维护国家主权与领土完整，保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在历次国土防御作战和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在抢险救灾的斗争中，都立下了不朽的功勋。人民解放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为了能够赢得未来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中国人民解放军的陆军、海军、空军和战略导弹部队的面貌已焕然一新，现代防卫作战能力迅速提高。10000多名指战员和400余台辆装甲车、火炮、导弹等地面重装备早已在长安街路北整装列队，等待着江泽民主席的检阅。担任这次阅兵总指挥的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李新良上将，他将向江泽民主席报告并陪同检阅。
请你爷爷阅兵总指挥李新言开始训。
现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乘坐的检阅车已经从折返点返回。检阅车在三军将士的队列前快速行进，受阅官兵行注目礼，向江泽民主席致意。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经历了三个不同的发展阶段。五六十年代伴随着我国国防科技工业的飞速发展，武器装备逐步升级换代，人民解放军实现了由单一兵种向诸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从改革开放以后到八十年代中期，人民解放军实行了军队建设指导思想的战略性转变，着眼于新时期的历史使命，加强以现代化为中心的总体建设，走出了一条有中国特色的精兵之路。进入九十年代，人民解放军认真贯彻新时期军事战略方针，开始由应付一般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转向打赢现代技术，特别是高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军队自身也开始由数量规模型向质量效能型，由人力密集型向科技密集型的转变。政治合格，军事过硬，作风优良，纪律严明，保障有力，这是江泽民主席根据现代战争的需要，总结了我军各个时期的建军思想提出的新时期军队建设的总要求。参加今天阅兵的有十七个徒步方队、二十五个车辆方队和十个空中梯队。今天他们将以一流的精神风貌、一流的作风纪律、一流的训练质量，向祖国和世界展示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巨大成就，展示我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崭新风貌，展示我军维护祖国安全与统一、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坚强决心和强大力量。今天天安门广场狩猎部队的规模超过了以前的历次阅兵。
江泽民主席在检阅了受阅部队后，现在已经返回天安门。请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泽民同志讲话。全国同胞们、同志们、朋友们，今天我们在宏伟的天安门广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这是全国各族人民的盛大节日，也是检阅我们成就和力量的庄严典礼。我代表党中央、全国人大、国务院、全国政协和中央军委，向一切为祖国的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建立了功勋的革命先辈和烈士们表示深切的怀念，向全国各族人民和海内外爱国侨胞致以热烈的节日祝贺。向关心和支持中国发展的外国友人和世界人民表示诚挚的感谢。50年前的今天，毛泽东主席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15年前的今天，邓小平同志在这里向世界宣告了中国人民正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阔步前进，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航船将乘风破浪地驶向现代化的光辉彼岸。经过5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20年来艰苦卓绝的奋斗，昔日积贫积弱的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历史巨变，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在古老的华夏大地上创造了举世惊叹的人间奇迹。实践已经充分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实践也充分证明，建设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实现中国经济繁荣和社会全面进步的康庄大道。南瑞又来到了一个新的世纪之交的、新的千年之交的重要时刻，这是人们回顾过去征程的意义，展望未来发展与前景的美好时刻。从上世纪中叶到本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100年的浴血斗争，
终于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根本改变了自己的命运。从本世纪中叶到下世纪中叶，中国人民经过100年的艰苦创业，将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华民族将以更加强劲的英姿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5000年的历程，在5000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做出更大的贡献。我们将继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纲领，依靠全国各族人民的力量，在新的世纪里不断谱写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篇章。我们将继续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在实现香港和澳门顺利回归以后，最终完成台湾与祖国大陆的统一，实现祖国的完全统一和维护祖国的安全，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基础，也是全体中国人民不可动摇的坚强意志。我们将继续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发展同所有国家的友好合作关系。中国人民始终同广大发展中国家和世界各国人民站在一起，为反对霸权主义和推进世界多极化、推动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不懈努力。奋斗就会有艰辛，艰辛孕育新的发展，这是一个普遍的规律。中国的未来是无限光明的，让我们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朝着辉煌的目标奋勇前进，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各位观众，狩猎部队分列式开始了。参加分列式的42个方队整齐地排列在长安街上，
他们将依次在天安门前通过，接受党和人民的检阅。在他们行进的过程中，军乐团将持续演奏分列式进行曲，这是方队前进的背景音乐，也是受阅官兵行进的信号和节奏。受阅区设在金水桥头的东西华表之间，长96米。进入这个区域后，徒步方队的官兵在踏上敬礼线的一刹那，便齐步走为正步走，向党和国家领导同志致敬，向人民致敬。在烈烈飘扬的八一军旗的引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仪仗大队健步前行。仪仗大队正式组建于1952年3月，至今已出色地完成了2000多次仪仗司礼任务和160多次重大活动。1992年，江主席签署命令，授予仪仗大队军旅标兵荣誉称号。1997年7月1日，他们升起了香港回归祖国政权交接仪式上的那面五星红旗。今天，他们以雄壮的步伐再现了军旅标兵的风采。仪仗兵们手中紧握着我国研制的新型自动步枪，它的体积、重量、直射距离、威力，在同类武器中出类拔萃，是处于目前世界先进水平的步枪。接着走过来的是国防大学方队。国防大学是人民解放军的最高军事学府，毛泽东同志亲自制定的38作风是学校的校风校训，邓小平同志为学校题写了校名，江泽民主席曾十几次到学校视察。石家庄陆军学院352名应届毕业学员组成了陆军院校方队。60多年来，这所学校共培养了14万名陆军指挥军官。目前，人民解放军陆军初中级军官都必须接受军事院校的正规教育。大连舰艇学院组成了海军院校方队，这是人民解放军第一所海军学校。建校50年来，培养输送了3万多名军政指挥军官，造就了100多位将军。目前，海军所有的舰长等主官和绝大多数技术军官都来自各海军院校。院校方队由空军指挥学院负责组成，该院是我人民空军最高层次的指挥院校，建院40多年来，为人民空军培养输送了2万多名优秀人才，
其中有100多位将军为保卫祖国的领空做出了重大贡献。现在进入中心受阅区的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步兵方队，这支英雄部队曾在渡江战役、解放上海、抗美援朝和去年的封堵九江决口的战斗中立下过赫赫战功，著名的济南第一团就出自这支部队。今天步兵的概念有了根本性的改变，装甲车辆、导弹、直升飞机以及先进的卫星定位、抗电子干扰等新型武器装备，已使陆军成为拥有新的综合作战能力的合成军种。现在正步走过中心受阅区的这支部队是北京军区某集团军组成的，在抗日战争中击毙过侵华日军的名将之花阿布圭秀，解放战争中攻打石门、解放太原、血战兰州，新的历史时期他们培养出军中焦裕禄复位等先进典型。潇洒的水兵方队是由海军潜艇学院组成的，他们曾在1959年、1984年两度参加国庆首都阅兵。水面舰艇部队、潜艇部队、航空兵部队、海军陆战队、岸防部队等五大兵种及各种专业部队组成了现代化的人民海军。1980年，海军陆战队第一次出现在人民解放军战斗部队序列之中，他们是第一次参加国庆首都阅兵。这是一支具有陆地、海上、水下多种作战能力的特种作战部队。方队的是某空军飞行学院，目前空军大部分航空兵团已达到甲类战斗团标准，从飞行团长到空军司令都能驾机升空作战，80%的飞行员是全天候飞行员。战斗英雄黄继光生前所在部队组成的空降兵方队走过来了。为适应跨海作战新任务的需要，空降兵部队装备了新型飞机和伞具，加强了海岛登陆、城市作战等训练科目。如今空降兵部队从将军到士兵都能从天而降。英姿飒爽的女兵们是白求恩军医学院的学员。15年前，这所学院组训的女兵方队就参加了国庆35周年的首都阅兵盛典，并受到邓小平同志的通令嘉奖。如今，在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里，都活跃着女兵们矫健的身影。警卫方队由武警北京总队的战士组成，这支警卫部队担负着首都及外国驻华机构等各类重要目标的安全保卫任务。
队是一支经过特殊训练、配有特殊装备、执行特殊任务的快速反应部队。在反劫机、反劫持、反恐怖的行动中，特警战士们做出了特殊的贡献。我们向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的特警战士致敬。现在走过来的是由北京陆军预备役某师组成的方队。预备役部队是为战时实施快速动员而组建的，平时寓兵于民，战时转为现役部队。今天也是预备役部队第一次参加国庆阅兵。方队雄赳赳气昂昂地走来了。这个方队全部由首都钢铁公司的民兵组成，他们曾六次参加了国庆首都阅兵，平时他们是活跃在各个工作岗位上的标兵或骨干。首都民兵之花美誉的女民兵们全部来自北京市朝阳区，她们是最后一个徒步方队。首都女民兵曾十二次参加国庆盛典，接受过党和人民的检阅。今天在这一片军绿的世界里，她们就像一簇美丽的鲜花，一抹绚烂的彩霞。各位观众，十七个受阅部队徒步方队都已通过了天安门广场，稍后将有二十五个车辆方队编队通过中心受阅区接受检阅。今天参加受阅的我军官兵共有11000多人，各种装甲车、火炮、导弹409台辆，各型作战飞机132架。刚才我们看到了受阅部队徒步方队通过天安门广场时的步伐刚劲有力，速度均匀流畅。他们正步通过受阅区的速率是每分钟116步，每个人每一步的抬腿高度、跨越距离都完全一致，操枪和敬礼的动作也整齐划一。对参加今天受阅的所有官兵来讲，一切的努力和艰辛都是为了在今天接受祖国和人民的检阅，为了在今天向世人展示人民解放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气魄和风采。我们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而感到自豪。中国人民解放军完全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保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为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坚强的安全保障。有决心、有信心、有能力维护和捍卫中华民族的团结和统一。各位观众，由北京军区某装甲团组成的中型坦克方队隆隆驶来。坦克部队是构成军队实力的重要基础，这个团在全军军事大比武、邢台抗震救灾、
华北军事演习中都有出色表现。由济南军区某装甲团组成的第二坦克方队开过来了，中央军委授予的英雄坦克营和英雄坦克连就在这支部队，他们今天驾驶着由我国自行研制的新型主战坦克接受检阅。现在开过来的是两种新型主战坦克混编的第三坦克方队。新型主战坦克防护能力强，射击命中率高，行驶速度快，具有世界先进水平。履带式步兵战车方队由北京军区某机械化步兵团组成，这是在平江起义中诞生的红军团队，走出过170多位将军。履带式步兵战车配备了火炮和反坦克导弹，可搭载9名步兵作战。这支装甲输送车部队从井冈山走来，作家魏巍在《谁是最可爱的人》中记录了他们在抗美援朝战争中的血战。他们驾驶的装甲输送车具有一定的防护能力，主要用于输送人员。我国研制的轮式装甲车具有世界先进水平。眼前的这支部队前身是叶挺独立团，参加过南昌起义，长征途中强渡孤江，飞夺泸定桥，奇袭辣子口，解放战争中从东北一直打到海南，它的历史几乎就是一部人民解放军浓缩的战史。组成反坦克导弹方队的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取得过平型关大捷，也曾涌现出王杰和郭兴福等英模人物。这种反坦克导弹既可以单兵携带，也可以安装在各种车辆或直升飞机上，它的作战效能名列世界前茅。
自行榴弹炮是世界各国重点开发和装备的一种炮兵武器。这个方队由北京军区某装甲团组成，这支扬威孟良崮的英雄团队在新的历史时期又成为了高科技学习先进单位。现在行进的是履带式自行滑膛炮方队，这支部队曾因奋勇还击向我军挑衅的外国军舰而受到毛主席的表彰。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种滑膛炮是坦克的致命克星。硕大的自行加榴炮开过来了。组成这个方队的北京军区某装甲师是我军第一支坦克部队，1949年3月在西郊机场接受过毛主席的检阅。自行加榴炮在现代兵器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个方队所属的某机械化步兵师在驻地开展军民共建文明村活动，是全国军民共建活动的发源地。他们装备的履带式自行火箭炮，自携弹药，火力密集，弹药装填和发射速度快，是一种比较先进的地面压制武器。履带式自行高炮方队是由济南军区某装甲团组成的。三湾改编时，毛主席曾在该团某连进行支部建在连上的试点工作，确立了我军党指挥枪的宗旨。这种高炮射击速度快，控制空域大，反应敏捷，是目前世界上性能优良的防空武器。轮式自行火箭炮方队是战斗英雄董存瑞生前所在部队。这种火箭炮选用的新型国产载重汽车，可以满足不同条件的作战需要。现在我们看到的是牵引式加榴炮方队，由北京军区某炮兵团组成。这支部队曾首创过地炮打飞机的战力。目前随着各种先进的火炮和通讯、雷达、计算机等电子设备的配备，人民炮兵初步具备了适应未来现代化战争需要的新型作战能力。牵引式高炮方队正在接受检阅。高炮不受电磁干扰，
可以有效对抗低空目标，即便是在导弹称雄的今天，也仍然是防空作战中不可缺少的武器。受阅的南京军区某集团军参加过济南、淮海、渡江等战役，抗洪抢险英雄营也出自这支部队。由北京军区某防空旅组成的野战防空导弹方队开过来了，他们是我军第一支陆军高炮部队，先进的低空超低空导弹的装备大大提高了陆军综合战斗能力。我人民海军的三个舰队空和舰队舰导弹方队驶来了，他们来自海军各舰队和海军航空兵部队，其中有驾机能机长空、操舰敢闯大洋的优秀舰长柏耀平所在部队，和被国防部授予称号的海空雄鹰团所在部队。走在最前面的是一种先进的舰队空导弹，这个方队是我国新型通用超音速反舰导弹。这种超音速反舰导弹射程远、威力强，能高速掠海飞行和抗电子干扰，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舰对舰导弹之一。目前人民海军的武器装备已发展到以核潜艇、常规潜艇、大中型导弹舰艇和海上专用飞机为主，作战武器已发展到以导弹火舰为主，导弹驱逐舰、导弹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猎潜艇、扫雷艇已更新换代，而且全部由我国自行研制设计并成批生产。海军在护渔护航、抢险救灾、支援海上运输等方面也做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以来，海军还先后12次派出舰艇编队出访16个国家，向世界展示了人民海军威武之师、文明之师、胜利之师的形象。过来的是空军地空导弹某师组成的中高空地空导弹方队，这个师曾多次击落侵犯我国领空的 U-2 高空侦察机。目前我国的防空导弹已经形成了超低空、低空、中低空和中高空四个基本型系列。各位观众，现在强大的空中梯队机群已经飞临天安门广场的上空，参加受阅的空中梯队以空军航空兵为主，海军航空兵、陆军航空兵联合组成。飞在最前面的是领队机梯队，由一架轰炸机和8架歼击机编成，驾驶梯队长机的是空军轰炸航空兵某师师长高爱平，护卫机由空军81飞行表演队担任。这是新型地空导弹方队，由空军地空导弹兵某师组成。这种导弹是专门为了对付超音速轰炸机和巡航导弹而研制的，也具备一定的拦截近程弹道导弹的能力。现在飞过来的是轰炸机梯队，由空军和海军航空兵18架轰炸机编成，3机编队分6组飞过受阅区。
这是我国自行设计制造的中程战略轰炸机，它能执行常规轰炸和战略轰炸任务。进入我们视野的是常规地对地弹道导弹，它具有突防能力强、命中精度高、一弹多头等特点。紧接着进入狩野区的这种弹道导弹是我国研制的另一型号的常规导弹，机动性能好，环境适应性强，系统先进，自动化程度高。正飞过来的是加狩游击梯队，有两架空中加油机和四架高空高速歼击机编成。今天是我空军加狩游击部队的首次公开亮相，加狩游击列装部队标志着我人民空军远程机动作战能力有了突破性的进展。这是我国自行研制的新一代战略导弹，海军航空兵的六架歼击轰炸机组成的梯队飞过来了。这是我国自行研制集歼击轰炸于一身的全天候超音速作战飞机，这个梯队由海军航空兵组成，海军航空兵部队是首次参加首都国庆阅兵。这是举世瞩目的我国新型远程地对地战略导弹，不久前曾成功地进行了发射试验。中国发展核武器，正是为了打破核大国的核垄断，消灭核武器。中国政府多次重申，中国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空军强击机梯队由12架强击机编成两组。强击机是一种火力强大、专门用于对地面攻击的作战飞机。分别来自空军的两个歼击航空兵师，歼击机是在空中与敌方飞机格斗的战斗机。24架新型歼击机飞过来了，这是一种先进的高空高速歼击机，是人民空军在未来反侵略战争中的主战机型。现在飞过来的是人民空军装备的新型远程歼击机，由12架飞机编成，
参加受阅的是空军歼击航空兵偶师，这种飞机是世界上第三代远程重型歼击机的代表。过来的是来自陆军航空兵的武装直升机梯队，分别由25架不同型号的直升机编成。这些直升机可以执行勤务、侦察、通信、战场监控、救护和对地攻击任务。陆军航空兵是人民解放军新发展起来的一个兵种，是一支具有快速机动作战能力的空中突击力量，被誉为空中轻骑兵。现在我们看到的这种直升机不仅可以反坦克、压制地面火力，也可运送一个全副武装的步兵班，是一种多用途的武装直升机。地面方阵和空中梯队一一从我们眼前经过，我们看到的是一部气势恢宏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士，是人民解放军从小到大由弱到强的波澜壮阔的成长史，是人民军队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荣誉史。分裂式已经结束，盛大的群众游行即将开始。各位观众，由50万首都各界群众、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香港、澳门、台湾地区代表参加的群众游行队伍马上就要走过来了。群众游行队伍分为仪仗队部分和三个主题部分，第一部分的主题是开国创业，第二部分的主题是改革辉煌，第三部分的主题是世纪腾飞。盛大的群众游行队伍走过来了，走在队伍最前面的是三个仪仗方队。1008名青年托举着一面425平方米的巨幅国旗健步走来，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地球上已经飘扬了半个世纪，中华儿女在五星红旗下昂首挺胸了半个世纪。从珠穆朗玛峰的山巅到南沙群岛的礁石，从塔克拉玛干的井架到南极长城站的屋顶，从西昌卫星基地的发射塔到奥运会的领奖台，五星红旗带给中华儿女多少胜利的喜悦，多少自豪的泪水。祖国，你是我们心中的最爱，你在我们心中最重。为了你的荣誉，我们愿意献出我们的一切。齿轮和稻麦穗象征着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农联盟，五颗闪耀的金星代表着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的大团结，天安门则是中国新旧历史的见证，象征着中国人民的革命传统和新中国的诞生。国徽包容了这一切，开天辟地第一回，人民成为国徽的主体。开国创业是群众游行队伍第一部分的主题内容，它
简练地回顾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28年里，在人民解放、民族独立的历次斗争中，中国共产党人前赴后继的奋斗历程。第一辆雕塑彩车的车头上是81勋章的图案，再现了土地革命战争中中国工农红军艰苦卓绝的25000里长征。第二辆雕塑彩车车前部是独立勋章的图案，表现了我八路军、新四军和广大民兵及各界民众团结抗战、浴血奋斗、战胜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豪情。第三辆彩车的前部是解放勋章的图案，重点表现解放战争中我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以排山倒海之势推翻蒋家王朝、解放全中国的宏伟壮举。在三辆彩车上都有真正经历过这些重要历史时期的老红军、老八路、老战士，向少年儿童讲述革命传统的场面。彩车周围的游行群众所穿的服装全部是上黄下红，是国旗的颜色。1949年10月1日是个划时代的意思。现在走过来的这辆彩车记录了共和国史册的第一页。此时此刻，我们更加深切怀念以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此时此刻，我们仿佛仍能听到广场上空回响着50年前那位巨人的声音。我们现在看到的以四辆彩车为主体的方队是开国创业部分里最大的一个方队，红色的箭头图案表达了站起来后的中国人民艰苦创业、改天换地的英雄气魄和蒸蒸日上的建设成就。四辆彩车的主题分别用毛主席的四句诗词做了概括，这四句诗词是：敢教日月换新天，喜看道书千重浪，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在第四辆彩车上有40位从50年代一直到90年代50年中涌现出来的全国劳动模范和著名战斗英雄：郭兴福、岳喜翠、党振亮、李国安、李素丽、方鸿霄，他们在平凡的岗位上支撑起一个英雄的时代。由195头南北狮子组成的50方队走过来了，这是南北狮子的一次大汇演。雄狮翻舞，锣鼓震天，东方雄狮已经觉醒，六翼神州蓄势待飞。人民群众当家做主后是何等的欢欣鼓舞、意气风发，又是何等的朝气蓬勃、斗志昂扬。
各位观众，红旗方队过后，群众游行进入第二部分。这部分的主题是改革辉煌，共由21个方队组成，主要表现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引下，我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所取得的伟大成就。春天的色彩，春天的旋律，春天的故事，春天的事业。1978年12月，当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的时候，邓小平同志已经是74岁的老人了，但他的精神如春潮一样激情浩荡，他的思想像春潮一般活力澎湃。他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他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4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他坚定地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提出了3步走的战略目标。他关注的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的成长。他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为中国在世界树立起了负责任的大国形象。有了小平同志，我们跳出了极左的圈子，打碎了封闭的桎梏。有了小平同志，我们结束了歧路徘徊，迈开了新的脚步。有了小平同志，我们告别了无谓的争论，胆子更大，步子更快，进步更加迅速。邓小平同志以其卓越的政治智慧和果敢的理论勇气，率领中国人民找到了今天这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成功道路。我们相信，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巨轮将继续沿着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指引的方向，乘风破浪，一往无前。成就来自改革，成就代表辉煌。现在走过来的是表现我国改革开放20年来经济建设巨大成就的几个方队。我国目前的经济总量已经跃居世界第7位，人民生活水平步入小康。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村是中国改革的先锋。京郊农民的游行队伍组成了一个丰收的丰字，象征着田野和收获。20年来，我们用占世界7%的耕地，解决了世界上22%的人口的温饱问题，主要农产品的产量跃居世界第1位。三峡工程、小浪底工程等大型和超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设，将有效解除长江、黄河的心腹水患，源源不断的电能将会给中国经济的腾飞注入强大的动力。
身着工装的群众游行队伍组成一个巨大的工字图案，簇拥着六辆彩车向我们走来。经过50年的辛勤建设，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迅猛发展，中国工业从无到有，由弱变强，形成了门类齐全、有相当生产规模和一定技术水平的完整的工业体系。我国人民的出行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方便，四通八达的公路、水运、铁路、民航支撑了一张立体的交通网。我国的电话交换机总容量跃居世界第二位，电视机、电话机等产品的产量世界第一，现代化的邮政网络连接着城镇乡村。我国的钢产量已经达到了1亿吨，居世界第一。我国的煤产量世界第一，发电量世界第二，原油产量世界第五。我国的运载火箭和人造卫星技术使中国跨入世界少数几个航天大国之列。我国的机械工业成就喜人，机电产品已经成为我国出口创汇的主力军。几十年的发展历史一再证明，工人阶级一直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的主力军，全心全意依靠工人阶级，我们的事业就能无往而不胜。现在走过来的是代表我国卫生和环保事业的方队，医疗卫生战线的白衣天使们用爱心和双手呵护着12亿中国人的健康。目前我国的医疗卫生行业正在为全面实现2000年人人享有卫生保健的全球战略目标而紧张工作。环境保护事业第一次进入国庆游行行列，爱护共有的家园，实行可持续发展，已经成为我们的基本国策和全体中国人的共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逐步形成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经济改革向着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大步迈进。经济特区作为中国改革的试验区和先遣队，对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管理经验和大量资金，对带动和促进内地经济发展起到了不可估量的作用。各位观众，现在进入天安门广场的是表现改革开放以来普通中国居民生活变化的几个方队。在象征着住房的金钥匙造型的彩车周围，128个幸福的家庭阖家出动，把逛街和遛马路的轻松快乐带进了隆重的庆典。民安就是国泰，国泰才能民安。方队前方行进着78对新婚夫妇，共和国50华诞的盛典也是他们的婚礼。彩车的左侧是一群像孩子一样高兴的离退休老人，他们中有很多人参加过开国大典。温馨祥和的场面讲述着发生在你我身边寻常然而却来之不易的百姓故事。各位观众，
时装表演的队伍也是第一次出现在国庆游行的队伍中。20年来，中国人脱下了单调衣装，穿出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他从一个最容易看见的窗口展示了今天中国人的风采。各位观众，一只巨大的菜篮子进入了我们的视线，菜篮里翻滚出各种蔬菜水果、生禽蛋奶。这是一个由首都社会各界人士组成的庞大方队，他们中有教师、公务员、归侨、街道干部和青年志愿者。最引人注目的是来自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的宗教界人士。计划生育基本国策的坚定实施，使我国20年来少生了3亿人，这是中国对日渐拥挤的世界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绚丽多姿的文艺方队走过来了。最前面的这个方队中，龙舟造型的彩车好似传说中的飞天神龙，在青年们组成的蓝天白云之间遨游。改革开放以来，宣传思想文化部门开展了一系列具有广泛影响的活动，如5个1工程、新联系艺术团、京九文化列车、万里彩风等等。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国文艺事业健康发展，欣欣向荣。展示优秀文艺成果的一组彩车开过来了，他们分别展示了舞蹈、杂技、戏剧、广播、电影、电视杰出的累累硕果。中国的民族传统艺术是世界艺术宝库中一颗璀璨的明珠。建国以来，我国各民族的传统舞蹈、音乐、戏曲和曲艺都焕发出勃勃生机，产生了许多享誉世界的优秀作品。绿叶婆娑，牡丹盛开，改革开放的雨露春风使民族艺术之花枝繁叶茂，在民族文化的花园里流光溢彩。
耀着金属光泽，回响着奇妙声音。一个有着现代梦幻色彩的方队先声夺人。现代的生活，现代的节奏，中国正以前所未有的开放姿态走向世界，世界更加瞩目中国。九条巨龙，重庆铜梁县的五龙队伍翻江倒海呼啸而来。在国庆35周年的庆典上，我们看到过他们矫健的身影。今天他们又以九条各长50米的巨龙，代表古老的华夏九州，来向共和国的50岁生日贺喜。龙的国度，龙的传人，龙的精神。东方巨龙穿越历史风云，向着新世纪勇猛腾飞。观众，改革开放以后率先走向世界的我国体育健儿，正以运动员特有的矫健和洒脱向我们走来。平等竞争，重在参与。在奥运精神引导下，我国体育事业在竞技体育和群众体育两个领域比翼齐飞，获得了举世瞩目的丰硕成果。红托起国旗，体育扬我国威。在啦啦队簇拥下，四辆满载优秀运动员的彩车走过来了。第一辆彩车上站立着邓亚萍、徐海峰、胡明霞等十几位世界冠军。他们在射击、体操、田径、女子排球、乒乓球、举重、女子足球、跳水、女子柔道、赛艇、帆板等项目上为祖国争得了荣誉。这些在世界体坛上叱咤风云的运动健儿向党和人民致意。第二辆和第三辆彩车上有50-60年代勇攀体育高峰的老运动员，有荣获过国际体育比赛殊荣的顶尖高手，也有在飞奥项目上默默奉献的勇士。朝气蓬勃的群众体育方队一路演示着各种运动项目向我们走来。一群身着绿装的少年蹬着轮滑，骑着独轮车，在方队的两侧前后穿梭。
红衣少年挥拳踢腿，表演着传统的中国武术；白衣青年五拍扣杀，展现着充沛的青春活力；黄衣妇女甩动着健身球，悠闲信步。生命在于运动，运动促进健康。在我国城乡群众中，因地制宜开展的各种经济方便有效的体育活动，陶冶了健康向上的精神，锻炼了强健的体魄，成为我国人民现代生活里一道道美丽动人的风景线。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科技先导彩车是阿拉伯数字一的变形，正是为了突出这个第一的作用。近年来，我国实施了促进我国高新科技成果商品化、产业化、国际化的火炬计划、高科技重点攻关的863计划等八大科技工程，有力促进了整体科技实力的提高。在这个方队的引导下，展示辉煌科技成果的方队正向我们走来。科技成就方队向我们走来。第一辆彩车营造了浓厚的基础科学氛围。基础研究很重要，是江总书记在国家科技领导小组一份文件上的提示。这辆彩车走在前面，表达了党的第三代领导人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第二辆彩车反映了近年来核物理研究的重大进展。第三辆彩车上的 DNA 双螺旋模型代表生命的遗传物质，也是现代生物技术的象征。由首都65所大学组成的教育方队挥舞着多彩的校旗，一路欢呼着进入中心受阅区。爱我中华，振兴中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这些鼓舞人心的口号是从大学校园里喊出的。从五四运动以来，爱国主义一直是中国大学生刻苦学习的精神动力。科技的发展，民族素质的提高，中华文化的复兴，都有赖于教育的发达。1983年国庆节，邓小平同志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它是我国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战略指导方针。1995年，江泽民同志代表党中央提出科教兴国发展战略。1998年3月，新一届政府产生，国务院成立科教领导小组，实施科教兴国战略，成为我国的基本国策。1999年的高校大扩招，使上大学从来没有像今天离中国的年轻人这样近。我国的教育事业必将为中华民族在新世纪的腾飞提供源源不断的人才资源。
位观众，群众游行的最后一部分世纪腾飞，表现各族人民紧密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激情满怀奔向21世纪的豪迈气势。这一部分是今天群众游行的高潮，高耸着江泽民总书记在15大上做报告巨幅画像的彩车向我们走来了，紧随其后的第二辆彩车的模型是15大报告的单行本。簇拥着彩车的4500名群众来自我国56个民族，今天他们身穿节日盛装，满怀着儿女对母亲的祝福，从全国各地齐聚北京，表达了全国各族人民对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无比信任和衷心拥戴。为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复兴，党的15大制定了跨世纪的行动纲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及时提出和制定了抓住机遇、深化改革、扩大开放、促进发展、保持稳定的基本方针。在这一方针指引下，我们成功实现了国民经济持续快速增长和经济的软着陆，战胜了98特大洪水，在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下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综合国力得到很大提高。我国进入了一个政治稳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社会进步、民族团结的鼎盛时期。现在大家看到的这些耳熟能详的词句，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党的领导集体为我们党的建设和我国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提出的战略目标，是我们迈向新世纪的行动纲领，反映了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心声。面巨型红旗高高耸立，象征着祖国在前进，时代在发展。抗洪英雄群像告诉世人，中华民族是不可战胜的，下世纪奋斗目标召唤着我们战胜困难，实现三步走战略，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明天。各位观众，下面通过广场的将是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及台湾地区的彩车。在这个声势浩大的彩车方队的周围，有1000名刚刚参加完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运动员。各位观众，以全国各大区为基本组合序列的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及台湾地区的34辆游行彩车分3路纵队隆隆驶来。首都北京所在的华北地区5个省区市的彩车是第一集团方队，华表为主体的北京彩车走在最前面，其后依次是天津市、河北省、山西省和内蒙古自治区的彩车。东北地区的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组成了第二集团方队，华东地区、东南沿海地区7个省市的彩车组成了庞大的第三集团方队，有上海、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山东。中南地区6省区的彩车组成了第四集团方队，他们是河南、湖北、湖南、广东、广西、海南。西南5个省市区组成第五集团方队，包括重庆、四川、贵州、云南、西藏。第六集团方队是西北5省区的彩车，他们是陕西、甘肃、宁夏、青海、新疆。
第七集团方队是香港、澳门、台湾的彩车。为了向世界、向全国展示自己的风采，在这些彩车的设计和制作阶段，各地都给予了高度重视。许多省区市都是多次召开专家论证会、项目招投标会，甚至省市长办公会来确定方案、组织施工的。这些彩车凝聚了许多领导干部、专家、艺术家和工程技术人员的智慧和心血。这些彩车大都运用了声光电技术，构思精巧，造型独特，几乎每一辆彩车的每一个细节都有特殊的寓意，象征性很强。有的彩车以逼真的形象附带了本地区人民的精神特征和对未来的向往，有的彩车浓缩了本地的资源优势或自然风光，有的彩车体现出当地的发展思路或支柱产业，有的彩车概括了50年来本省区的发展历程。一些少数民族省区突出了民族文化特色，反映了民族团结共同繁荣的主题。这些精心制作的彩车实际上已经成为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形象广告，既是向祖国的汇报，也是向世界的亮相。所有彩车都焕发着强烈的自信和积极的进取心态。这是一个锐不可当的团结的团队，这是一个坚不可摧的统一的团队。没有什么力量能够阻止住这个团队走向富强、民主、文明的伟大目标。
观众，伴随着嘹亮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一面立体的少先队队旗进入我们的视线。少先队员们手拉红头，同星星火炬彩车共同前进。环绕这个方队四周的是少先队辅导员。今天，中国公民的绝大多数都有过高唱队歌、向队旗宣誓的共同记忆。我们都还记得自己用稚嫩的声音发出的誓言，时刻准备着为共产主义事业而奋斗。是，为了祖国的明天，为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为了中华民族在21世纪的全面复兴，我们时刻准备着。各位观众，今天游行队伍人数最多的一个方队向我们走来了，由8640名少先队员组成的图案方队，全长108米，他们现在组成的图案是向日葵。葵花朵朵像太阳，这些共和国的小公民呼喊着好好学习，天天向上，掌握本领，建设祖国的口号，整齐欢快地向前行进。50年前，毛泽东主席在展望即将诞生的新中国时，曾以诗一样的语言这样来描绘他：他是躁动于母腹中即将分娩的婴儿，他是喷薄于东方即将出生的朝日。出生的太阳象征着光明和温暖，象征着生命和希望。把孩子们的队伍安排在群众游行和国庆典礼的最后，是意味深长的。从我们的眼前走过了一幕幕昨天的历史，我们的每个人都能感觉到50岁的共和国依然是一轮喷薄在东方的朝日。当21世纪钟声敲响的时候，全人类会更加感觉到它迸发出的无穷的光和热。因为我们的事业后继有人，我们的事业必将兴旺发达，我们的事业一定代代相传。
各位观众，广场四周的50000羽和平鸽同时放飞。随着广场上的组织背景变为“祖国明天更美好”，今天群众游行的最后一个方队——气球方队走过来了。6000多名欢乐的少年儿童手拿近50000只气球，簇拥着一辆这次游行最大的彩车。彩车上，一架航天飞机穿过1999造型的时间隧道，由一男一女2名少年驾驶着飞向太空，飞向21世纪。祖国的未来正向我们描绘着未来的祖国。气球方队已经在中心检阅区停下脚步，军乐团奏响了歌唱祖国的音乐。孩子们欢呼着放飞了手中的气球，五彩的气球带着全体中华儿女对未来的美好憧憬，飞向万里云天。当几万名少先队员欢呼着跳跃着涌上金水桥的时候，彩车上打出的彩蛋光华四射，天安门广场欢声雷动，成为花的海洋，歌的海洋，让这一刻永存我们民族的记忆，让祖国的形象永存你我心中。今天出席庆祝大会的领导同志还有丁关根、田纪云、李长春、李铁映、吴邦国、吴关正、石浩田、张万年、罗干、江春云、贾庆林、钱其琛、黄菊、温家宝、谢飞、曾庆红、吴仪、万里、乔石、宋平、刘华清、荣毅仁、薄一波、邹家华、帕巴拉格列朗杰、王光英、程思远、傅贺、铁木尔达瓦买提、吴阶平、彭佩云、何鲁利、周光照、曹志、丁石村、程思威、许家禄、蒋正华、司马懿、艾美提、王冬雨、肖阳、韩祝斌、叶选平、杨汝岱、王兆国、阿佩、阿旺、晋美、钱伟长、卢嘉熙、任建新、宋健、李桂显、陈俊生、张思清、钱正英、丁光训、孙福玲、霍英东、马万奇、朱光亚、万国权、胡启立、陈锦华、赵南起、毛志用、白立晨、金淑平、罗豪才、张克辉、周铁农、王文元。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首任行政长官何厚华等也参加了今天的庆祝大会。首都各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大会的现场直播到此结束，祝全国各族人民节日愉快。